是二幺，您所收听的是中广流行网超级美食家。听众朋友，王二幺今天在超级美食家的现场有好多牛奶哦，有好多酱都要跟大家分享。听众朋友记不记得上次时尚金城武魏瑞婷来到我们超级美食家的时候，跟大家分享了他们家的米已经。